看一下三之一习题的第四题，题目跟我说，假设 f 负 x 是 a x 的四次方，再加上刮弧的 b 减二 s 的三次方，再加 c x 平方，再加九 ，g 负 x 是三 x 平方，再加 d x， 再加一。若 f 负 x 等于 g 负 x， 题目要叫我求的是 a b c d e 的值分别是多少？这题的关键在 f 负 x 会等于 g 负 x， 代表是说这两个多项是相等。那多项式相等的话要怎么判定呢？第一个要判定的是说这两个多项式的次数相等，意思说这两个多项式的 degree 要相同。第二个是说这两个多项式的同类项系数要一一相等，意思说这两个多项式的一次项前面的系数要相同，然后 s 平方项前面的系数也要相等。有以上的观念之后，我们再回去看题目。第一个要判定的是说这两个多项式的次数相等，我们已经知道是 degree g of x 会等于2，然后因为 f of x 会等于 g of x， 所以 degree f of x 也要等于2，代表是说 f of x 这个多项式 s 的四次方前面项的系数 a 要等于0，然后 s 三次方前面项的系数 b 减2也要等于0，所以我可以知道 a 会等于0，然后 b 会等于2。第二个要判定的是两个多项式的同类项系数会一一相等，代表说 f of x 和 g of x 的 s 平方项前面的系数要相等，所以 c 会等于3，那 s 项前面的系数也会相等，所以0会等于 d， 那常数项的系数也会相等，所以9会等于1，这样我就可以知道 a 的值会等于 0， b 的值会等于 2， c 的值会等于 3， d 的值会等于 0， 最后 e 的值会等于9。